梦见你，叫着我的名字，你说我是森林的孩子，风中的宝贝，紧紧守护山里黑暗中的精灵，眼睁睁看着相思树倒下，泪随河流向远方，不一样的路啊，前段时间发片的过程当中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除了跑一半的通告，除了上节目做很多访问之外呢，其实我也到了台湾的原住民部落，在那里呢，其实我学到很多东西，我去看原住民的同学们，这首歌叫做《妈妈的纳鲁湾》。也许我们在新加坡很少会体会到，真的体会到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各地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赈灾，但很多时候赈灾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准备，没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影响到的却是很多无辜的朋友，因为我们的地球生病了，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要鼓励我们所有每一位朋友，不管来自哪里，我们要真的去注意，去保护我们的家。昨天呢是地球一小时的活动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吧，地球一小时其实只是一个象征，象征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注意省电，但是我觉得环保呢，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力去付出一点小小的这个爱心。爱心呢，是为了自己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家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，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。